一个中毒九个人得标，加伊豆铃铛六零停业。哎，麻烦一下，卫生局稍等一下。卫生局长下晡才来过，今仔日透早再来。唔敢怠慢，因为已经有八人无爽快去看医生。青少年的宿舍生呢，嘛伫咧遮食过物件。该人早顿宵夜上爱去的名店，该豆铃铛名香店。中正大学森林的研究生，二十一号伫咧店内底食过物件了后，出现腹肚痛。三天了后，青少年伫咧宿舍。第二天一天，某一家伙仔五口食完物件了后，出现腹肚痛，全部的人中毒。门诊看无效，转急诊，三个人出院，两个人住院当中。再来在验出有三门细菌，有合并发高烧，症状比较厉害，比较怀疑是细菌性的感染，是感染到比较严重的细菌性感染，也是通常也会有致命的危险。卫生局发布二十三号派员在往稽查，要求环境卫生管理。二十五号再出院，遭排三明治、甲豆奶红茶两件，等于化验报告结果呢，要再等一礼拜。咱日透早复查环境卫生，依然无改善，以违反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处分。在处分上先给他做专业处分。一直要讲合格呢，才来当营业。今仔日除了复查，买菜员工手部检体化验，包括当天我们的员工自己也有吃那一些东西，完全都没有。林生今仔日进行解剖，化验室对伊腹内甲血液等检体来化验，厘清死因。林爸爸希望的相关单位会当调查清楚，还因后生一个公道。电影中心台报道。苹果欢庆十五周年，送你百元 C 的礼券，再抽十万现金大奖，还有2018世足冠军赛门票。现在就下载台湾苹果日报 App。